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讲者，兄弟姊妹大家嘛讲者，做个三甲来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二十三节。你从正气也伫地里，主要降雨伫顶面，予伊会当生出牛，肥美丰盛。到迄时，你的精神嘛要伫宽阔的草场食草。如果你若是一粒正气，你会当一世人拢予囥伫拖地。伊伫迄个所在真爽快，伊也无需要任何的改变，也未拄到任何的逆境，永远拢未有啥物款的作为，会当成做伊本来应该做的样式。除非你将这粒种子愿意放伫土的内面，那无你的一生中间，你应该有的潜能，你就无法度来发挥。但是被种伫土内面是真孤单的。黑暗未爽快，予人呆掉咧，看未到亮光，予人打伫脚的内面，一直到有一日，迄、那个外壳破去，慢慢发出着新芽，然后才听候开花结果子。但是当一粒种子被呆伫土内面的时阵，超自然的代志就会来发生，因为咱看见这个土顶是嵌伫顶面，予伊无法度出来。这个土对着种子讲，讲你袂当出来，我的气力比你更加大，我要甲你剁掉咧。种子讲无，虽然我被带离这个所在，唔过迄是暂时的，我要被改变，因为我身躯顶面有上帝和我的活命。土就对这条种子讲，你想拢免想，我要甲你日，要甲你日。种子就因为安尼被激出发出倒起来，讲错了。你袂当将我关伫遮，因为我会当靠着上帝创造我的奇妙，会当突破到任何的困境。兄弟姊妹，当你忍受着挫折，有当时你感觉那个人生当然被带掉了，但是事实上讲，你是被栽种。其中唯一上大的差别，就是你需要对着未来有期待。当你参像一粒种子被种伫土内面的时，你袂讲我被带了，你会讲我被种落去。原来你我就是一粒种子，伫上帝恩惠的中间，伊予咱的是耶稣基督格外的活命，因为主要降雨伫顶面，予土地生出着肥美丰盛的粮食来。兄弟姊妹，我搁再讲一摆，你毋是被带，乃是你被上帝所栽种。阿头来祈祷，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将阮放伫任何一个环境的中间，为着的就是爱阮经历出你家己的丰盛。愿主的恩惠借着环境磨练着阮，也帮助着阮有对你遐来开达面对着每一日，伫周末的中间，互阮好好整理着阮家己的思想。陪伴着阮的心灵相惜，明仔载会当做伙同心敬拜耳朵里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，愿上帝赏赐予你家己的一家。